快走。他是波若春人。我倒是没想到他们会以这种方式出场啊。我也没想到，不过这些人看起来好像也不够打的。前几天刚被我扇了一巴掌，这就忘了疼了。你怎么还打女人呢？我倒没觉得他们是人。也是一起吧。当然，怎么能少得了我。中毒了而已，其实说毒也不太合适，是药，合成药，比你们中国那些蒙汗药啊、砒霜什么的都要有效。这种药在进入人体后，大概3个小时开始发作，会延缓血液循环，同时麻痹心脏，导致头晕、恶心和视线模糊。哎，说简单点。就是你们没有办法施展你们的绝世武功。这些饭菜我们都检查过，你是怎么下的毒？啊！一个厉害的捕头，一个内衙的神探，还有一个精通制毒的掌门，对你们三个下毒，的确没有那么容易。出来吧。波若传人没有来，密藏也打不开，这些封印你们留着也没有什么意义，把封印留下吧。只怕我们把封印交给你，你也不会放我们活着出去吧。哼，还真的瞒不了你，那就不多废话了，都杀了吧。嗨，在那边接你。林老板，他用的是不惹堂的功法。你一个人来得了我们？以此为限，过线，我杀你。还不快走。他是波若春人。走，快走。杀了他，一个都别放在心上。
过线，我杀死你。